大家好啊，欢迎嚟到我哋日更频道嘅。咁今日咧，蔡天凤嗰单嘅案件，四名被告咧就已经系叫做去咗九龙城嘅法院嗰度做提堂噶啦。咁控方咧申请四名被告无需答辩啦。咁呢单案咧就押后到去五月八号再审嘅。咁而三名嘅男性咧都系控告一项谋杀罪。仲有一名嘅女性咧，就告佢系妨碍司法公正罪啦，佢仲打算系申请保释嘅，咁结果咧，裁判官就唔批佢啊。咁原来咧喺呢个庭上边咧，另外仲要处理被告邝广智所涉及嘅一单区域法院案啊，佢被控七项盗窃罪。咁呢单案咧，原本就喺2015年11月19号喺区院开审嘅，但系由于之后咧佢失踪失去联络啊，法院就喺同年嘅8月份就发出咗个拘捕令。咁呢单案咧就会喺听日嘅区域法院嗰度做处理噶啦，哇！咁呢度都巴闭喎，佢2015年到而家2023年啦，咁佢竟然咧系完全捉唔到佢成8年噶咯，7年8年噶咯，而且之前仲要疫情，去到边咧都要健康码，又要嘟又要成咁多年啊，都揾佢唔到啊！咁睇完呢个法庭上边嘅嘢啊，咁睇啲小道消息啦，咁咧喺香港讨论区啊，咁有网友咧喺回应嗰阵时咧就讲咗呢一个前夫嘅案件到底系啲乜嘢事啊？佢话啦，阿邝生嗰单案咧，佢当日咧佢自己咧系一手一脚拉佢嘅。佢当日捉佢嗰阵时咧，佢话成家都唔系好人啦。话上到过堂聆讯嗰阵时啊，就俾人咧放虎归山。咁然后佢老豆啊，即时啊搭路帮个仔咧着草翻大陆啦。佢话当日咧，佢当时嘅老婆亦都系有过关帮佢大陆。同佢做安家嘅，咁啊仲话佢阿妈好臭脹添。佢当时咧就夹住个犯人就翻黄埔，佢同蔡天凤住嘅屋，佢守屋嗰阵时咧，佢阿妈就喺度嘅，问佢老几做乜事啊，锁佢个仔翻嚟。佢话自己啦系拉佢个仔犯法嘅差人，佢阿妈即刻收声啦。佢当日查完就知啦，其实咧呢、這个前夫。是蔡天凤的同学来的。后期呢原来他啊是叫做同蔡天凤是属于同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咁如果是任何一名男子同一个年龄16岁以下的女童性交呢就真的犯法啦。一律呢就可以循这个公诉程序去定罪，可以判他监禁5年啦。后来仲整大了蔡天凤的肚，但由于啦蔡天凤的老豆在大陆有头有面兼且有钱，所以当日呢他们的父母就没有报案。而根据他所说呢，就说邝球知道蔡天凤家有钱，所以就叫他们两个结婚。咁结咗婚之后呢，蔡天凤就出钱在黄埔那里租屋住啦。而这个这样的邝广智就说出去呃啲机仔就去投资黄金啦，就呃咗800几万，而呃人嗰条桥啦，佢又怀疑系佢老豆教俾佢，佢话最后咧都俾佢捉到佢拉咗佢啦。而之后就好似佢一开始咁讲啦，就话走咗翻大陆啦。咁啊，邝天凤咧同埋阿邝球都同佢一齐喺度安家。咁但系啦，跟住佢两个同日过关翻香港咧，佢就叫佢两个翻差馆问话。咁当时两个都唔肯翻嘅，就系话两个翻大陆拜山啊。咁而阿邝球咧就好串咁样。就同佢讲唔好再骚扰佢哋一家人啦，有本事呢就自己去拉个仔，再骚扰呢就去投诉。咁之后啦，蔡天凤就见佢呢唔知着草就到几时，兼且知道呢佢所谓嘅万能插，所以同佢离婚就下嫁咗淡仔啦。个呢係网上所流传嘅一个叫做江湖传闻啦。咁至于真假就唔知道㗎，大家就自行判断啦。咁我哋今集呢同大家就睇到呢度先啦，大家有咩想讲呢下边留个言啦，咁我哋下集再见啦，拜拜。